来看一下，这里是佳美的。表哥在打 A 吗？超必杀技啊！表哥在打 A 吗？边哥使用的这个是低级，大家熟悉的是他穿着衣服的样子，现在他把衣服脱了，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具有，对吧，力量感，非常阳光，非常充满刚毅的男性体质的这种八块腹肌的形象。绿冲取消显头啊，小孩用加敏加短对对冲，那现在斗气迸发，没有联系上去啊。边哥现在绿冲想偷，哇，这 ES 的神龙打康继续手刀，他跟古烈一样可以手动发波的。这个就是新加坡贤用的那个角色，又是斗气迸发，斗气迸发现在被对方再次用投技却反抗，小孩用超杀来破招，哇、哦、又来了一个三气顶点一脚，边哥这波脖子被踹断了呀。